这礼拜六下午啊，进城就得赶早，来晚了也挤不上去呢。
站队，站队，听到没有？碍你什么事？总归在前面。不就这几个人，排好队，按顺序上车，多好。你是在人家后面到的。没教养。你有教养。你不排队还挺有理的。说的是你，等车不排队，没教养。你脚痒，这你老娘们比拖鞋，冲我来行不行？年轻人，学的这样流里流气的不好。大家叫你排队，怎么这么不知趣？谁没排队？车不停，朝我叫干什么？你是排人家后面的，站前面就得了。站队去！你个叫山，等怕你，你还想打人是不是？有本事叫他停车呀！小伙子，你这学算是白上了。白上了怎么的？你墨水喝得多，怎么不去坐小卧车去？这排队等车没什么可丢人的，这是社会公共道德。你学校老师不教你？没这一课啊。你爹妈也不教你？你妈教你，你怎么也挤得上去车呀？你要是没洗过车，你就算白活这么大年纪了。大家都在等车，还是自觉点吧。我就排着，在你前面。你是在人家后面到的。他先上的是了，可车来了，他得挤得上呀。讨厌。你要是挤得上，您就挤；你要是挤不上，你就甭怪我了。你要是挤不上，也不把后面人的路给堵了。老爷子，你这么高有文化水平大明白人，等车的道理还不懂？咱没正经上过几天学，可咱挤过车。车来了，大家站好队。我在你后面，待会儿挤不上，甭把我撞了你了。上前去好了。你一会儿扶边上，抓住车门的把手。哎呀，哎，停车！停车！为什么停车？刚才在那就没停，等了半天了。怎么了？谁叫他去老子衣服？我不过拉他一把，你为什么不排队？你在骚货面前逞能，有种的给我到边儿去溜溜。我怕你，臭流氓！倒啥了？后面去。碍你什么事啊？后面去。对，一叫他起哄，弄得大家呀都上不了车。我赔钱来的，就是你们进城，不是我进城。谁也没有叫你进城呀。大家进城都有事儿去，他偏起哄，就有那种喜欢在等车时起哄的三只手，可得当心。生气什么？老土鳖！你犯不上跟他动手，打起来你要吃亏的。有这么几个捣乱的，大伙车就别想上得去。您也去城里？我爱人和孩子在城里呀，星期六挤车真头疼，上车就跟打架一样。您干嘛不调到城里去？谁不想调到城里去？可得有门路呀。连着过去两趟车了都不停。起点站坐满才发车。进城是去。其实不如到起点站上车。你住哪里？真急人，咱得七点钟准时赶到城里文化宫。您老真有兴致，进城看戏去。